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淡然一笑。我老公啊，吃完晚饭就跑厨房待着了，然后刚刚叫他睡觉呢，他说好，一会儿过来睡觉。我这脸洗完了，然后也收拾完了，我一看都11点多了，还没过来。最近啊，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天天晚上一下班吃完饭了，然后就没事就上厨房待着，一待着就待到很晚，不叫呢都不过来睡觉，也不知道他干啥呢。不行，我得去看一看，看看这人天天到底在那厨房干什么玩意儿。这人哈，在书房待着，还给门关上了，也不知道关门干什么。听听里边有啥动静，一点声都没有。悄悄话在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在干啥？你在干什么？腿在那嘚瑟什么？我喊你睡觉，你听没听到啊？你没听见？你刚刚不说好吗？过来睡觉吗？你没听见？我喊你几遍了？不知道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不是你在这书房里，你不告诉你在这干活吗？腿嘚瑟什么玩意儿在这？干活，对，干活，活完了就有点累，我休息一会儿啊。你这叫干活？你这躺着玩电话吧？你在干啥玩意儿啊？我看看你在干什么？你看电话，你看到现在，我看你看什么玩意儿？啥玩意儿啊？你看这女的呢？你在这啊？你说看女的怎么不正常吗？睡觉还得让人管啊？你不这就多有成就感啊？睡觉自己不是过去睡吗？对呀，啊，我现在还没觉要睡觉啊，所以我就11点多了，你还不睡觉啊？你不困呢？不困啊。那我都困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就睡呀。那我睡着了，你再过去，你不把我吵醒那了我就吗？搁这屋睡呀。啥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啥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说啥？再说一遍啥？刚刚说那个，你就搁这屋怎么的？我就搁这屋躺着。那意思你自己搁这屋睡呗。搁这屋睡怎么哎，了？我发现哈，最近哈，你没事儿你就往书房一跑，门一关，你啥意思？干啥呢？在这屋？这就自学成才啊。然后美名其曰的还干什么？在这屋工作？你工作在哪？什么工作累了躺着都可以。睡不睡觉？赶紧睡觉了，来来来，睡不睡觉？等一会儿，你去睡吧。快点睡觉！等一会儿，我困了，我困了，11点多了，我明天还得早起来做我饭等呢。一会儿还得吃点水果。大半夜了，别吃了，赶紧睡觉。我不行，我天天必须要吃水果。睡觉睡觉睡觉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。不着急，不着嗯，急，睡觉。你说的啊，我锁门了，我上那屋啊，你不过来，我锁门了啊。我跟你说最后一遍，郑重的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你现在过不过去睡觉？不过去，我就把那屋门给锁上。没事，我有钥匙，去吧，走吧。